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大家好，我是曲阜市市长彭兆辉，非常高兴邀请您一起走进孔子故里。曲阜是一座历史文化厚重、充满魅力的城市，隶属于山东省济宁市。此地盛誉闲观，人文荟萃。2500年前，伟大的思想家、教育家、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就诞生在这里。曲阜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，世界文化遗产山孔、孔庙、孔府、孔林坐落于此，拥有各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8处，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3处，历代碑刻5000余块，馆藏文物70多万件。2013年11月26日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曲阜，发表了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讲话。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，让儒学走进百姓，让文化融入生活。孔子研究院、孔子博物馆、岐山胜境、新山孔成为文化传播的新名片，成功举办了岐山世界文明论坛、央视中秋晚会主会场等重大活动，让古老的中华文化传承创新，彰显时代价值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，曲阜山清水秀，如韵飘香。保存完整的古城，让历史文脉与新城风貌相得益彰，自然与人文融为一体。这里有国家级森林公园石门山、国家级湿地公园孔子湖，还有集生态体验与文化休闲于一体的文化国际漫城。曲阜先后获得国家生态市、国家园林城市、国家森林城市、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等荣誉。曲阜是一座飞速发展、宜居宜业的魅力之城，位于京沪经济大动脉上，是重要的区域交通枢纽和客流中心。这里交通网络纵横交错，京沪高铁、日兰高铁在曲阜设站，距离济宁机场20公里。城东起西、融南汇北的优越区位，让这里成为海内外投资者垂青的热土。电子信息、高端制造、文化旅游产业蓬勃发展，曲阜在融入全球化中找到了世界语言和文化共鸣。四海之内皆兄弟也，儒雅诚信、开放创新的曲阜人诚邀四海家朋共同筑梦新时代。孔子故里曲阜欢迎您。孔子故里东方圣城欢迎你，感悟文化基因，好客曲阜欢迎您。这里厚德载物，这里商机无限，体验农耕文化，品味乳香味道，忠厚传家久，诗书济世长。我是孔子后裔，我在这儿等您。彬彬有礼，德耀圣城，欢迎您。我在曲阜，我爱东方圣城。这里是曲阜，
我在这里等着您。欢迎您来曲阜，一起做谦谦君子，书香少年。曲阜，儒学之源。曲阜，有家的味道。来吧，你会和我一样爱上这里。中国物美，让万物开口说话。